行，图案有人脸呢，电梯戏院呢，你看电梯戏院，谁干线？再唱一天，在唱坤的对面，电梯戏院。哦，金井票那3块钱，哦，我的历史悠久，现在动不动都几百块，哦，差了百倍嘛。可见这个历史悠久，或者可能是民国50、50、60年代的，现在中华民国106年，哦，大概50、60、40年前的了。哦，这麻豆的旧的电影院，电机戏院。盐水的叫永城戏院，在越京港越京清水公园的北边。先卖票。